我叫 Megan， 我的中文名是高云一，我来自爱尔兰，我来福州马上3年多，我很喜欢用我的手机记录新的地方。啊，这是在打什么？我这是打肉月皮的腿肉。哇，感兴趣吗？哦，感兴趣。那过来来来，好，拿起木锤，用劲敲打，锤锤见砧板啊！我们刚才肉打完了，现在开始包肉叶。刚才那个肉啊，打完擀成的皮，这皮你看，很薄。我们来试一下，你看，筷子挑选适量的这个肉馅，然后我就这样把它顶过来，然后做一个这样 OK 的寿司，把它套进去，卡住它。这个骨头拿筷子抽出来，这边要卡紧哦，要不然下锅的时候肉会散掉。就成了圆头散尾型的这个。现在是燕子。哇，可以的。今天是也是我的一次吃肉燕，感觉很开心。我觉得肉燕的意思很重要。在爱尔兰我们有我们的自己的小吃，但是他们都没有这个意义。哦，我要叫我的外国朋友抱这个。很好啊。鱼丸叮咚，肉燕啪嗒，骨醋里的香味不仅慰藉了漂洋过海的游子思乡情，也传递给远道而来海外友人来自福州的祝福。